来，新挑战，你能让这支铅笔立在这里，并且旋转起来超过3秒，不倒吗？你要是能做到，我给你200。但是如果你做不到，那你把你所有的压岁钱给我。你怎么老是惦记我的压岁钱呢？你要做到，我给你200哦。来不来？这一个简单。简单？这个我都已经立了几百遍了，都立不成功，你还说简单？你稍等我一下。你把笔弄成这样子，那笔不是更重了吗？这样岂不是更难立起来？睁大你的眯眯眼看清楚了。怎么回事？